大家好，今天过得好吗？恩群社区服务关心你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运动是手跟脚的配合，所以大家一起先帮我把右手举起来，伸直，尽量靠近耳朵，左脚伸起来，抬手抬脚放下来。好，来换边。好，我们要做100个，来准备咯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很好，五，记得不要驼背哦，哈，七、八、九，很好，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记得脚放下来的时候要有轻轻的感觉，因为当你要把整个脚放下来的时候啊，太大声会冲击到你的膝盖，这样对膝盖不好。来，二三，加油，二四。二五、二六，记得手跟脚要配合。二八、二九、三十，加油！三一，记得不驼背哦。很好，大声一点。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，加油！四十、四一、四二、四三、四四。好，可是要特别注意哦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有时候呢，手脚没有配合，就会变同手同脚。所以你看他现在做得很好啊，五四、五五六、五七、五八，很好，五九、六十。可是这时候要特别注意，因为这个动作会比较辛苦一点点，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啊，做到第五十下好像有点喘，可以慢下来。六九、七十，加油！七一、七二、七三、七四，很好。七六，但是如果真的觉得累的人，可以稍微停下来一下，没关系。七九、八十、八一、八二、八三，记得一定要不同手不同脚。九七、九八、九九、一百，好，放下来，手打开来，好，来深呼吸，吸气，好，来吐气，再来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次来吸气。吐气，好，给自己一个掌声，鼓励鼓励。请大家维持运动的习惯，保持身体的健康。